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吃红烧肉和烤茄子。五花肉切成条，再切成小方块，加酱油上色增香，煎猪油，加点碘酒酿上色，像这样有点焦黄就行了，把它盛出来。油烧热，加辣椒、花椒等各种香料炒香，加入五花肉，加一勺辣椒油，加半罐啤酒，加适量清水，加盐、酱油、胡椒粉调味，小火煮40分钟，煮一个素的煲仔汤，烤一个茄子，烤箱210度烤10分钟。准备蒜末、小米辣、酱油、蚝油、孜然粉、胡椒粉、食用油，搅拌搅拌。茄子烤好了，把它花开，然后放上刚弄好的调料，把肉末铺上去，再加上一层调料，重新放到烤箱烤10分钟。烤茄子好了，加上点葱花，红烧肉也差不多了，加入豆腐，大火收汁，加上点葱花。我做的红烧肉味道很特别，没有甜味，香味比较浓。小学吃饭了，吃饭了，朋友们吃晚饭了，很香很香的，就像手煮红烧肉，很香很香的红烧肉，还有很香很香的烤茄子。当然很香很香的了，肉也香，这个豆腐也香，这个茄子可好吃了。等一下小心，我还要火开更大了，茄子太好吃了，蒜香味的红烧肉很好吃，是不是小心一口一个。多吃点，好吃就多吃点，要再吃一点，我忘了，我做这个的时候放了半瓶那个半罐啤酒，还剩在那，我拿来喝吧，要不浪费了。我喝酒了，我喝。煮在剩下的半瓶半罐，我喝又要尝一点。小孩子不能喝酒。等一下我喝醉了你洗碗啊。什么？吃饱了还是吃我的红烧肉吧。烤茄子蒜香蒜香的，
接着。鱼大口，满口蒜蓉的香味，花椒，这豆腐和红烧肉一起煮，很入味。来口素了。一口荤，一口素，肥瘦相间。再来一个。一点都不腻，我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没有放糖，上色就用了酱油和甜酒酿。这块有点肥啊，这块有点肥，不太敢吃。赶紧送上一口素了。有点肥啊，我喜欢吃瘦的，我喜欢吃瘦的多一点的。比啤酒好喝。这汤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